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最初鍵館。深い車に食い縫い。マーシーの。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老师推车》。今天来到现场的是这个2020年的叫啥 T Cross， 我都叫什么穿越丁字裤。哎，不是，今天跟一个 ABC 的客人讲说，哎，他就远远看到说，哎，这个绿色很漂亮。我说对啊 ，T Cross 啊，人家发音不是这样哦 ，T Cross， 好不好？证明一下 T Cross。然后现场这个版本是叫做这个 Style 啥小 ？Style Design Style Design 啦。哎，看。人家念英文 sense， 阿兰的 style design， 他当时有几个版本嘛 ？Comfort Life style design 跟 R design， 哦 ，O design 啊。那其实这个卖的比较好的，据说是这个 style design 等级，因为 style design 以上基本上跟是 R line 还 R design。R line。阿赖哦，嗯，阿赖，阿赖，听起来刚开始姓赖，但阿赖其实差别就是在于外观的空力套件，哦，大包，还有同色的侧裙啊啥，阿迪赛是这样。那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也是第一次买到，所以来推车分享。它这个是 LED 的大灯啊，熏黑的大灯，然后雾灯我记得是普通的卤素的。只要是这个 Style Design 迪赛一雄哎，就是18寸的铝圈。好，这个是类似有一点亚黑色，哎，不是亚，亚黑色是不亮的。好，它这个应该算有一点点接近那个钢铁灰的那种感觉的那个烤漆。这个颜色是这次的特殊色，金属松石绿。真的有这个颜色哦，你去查，有很多的精品包包都会有这个颜色，这是当初这一批的一个特殊色，而且你还可以这个搭配这个后照镜的颜色。当初它这个是 1.0 的 ，999cc 的，它这个是 MQB 底盘嘛 ，A0 等级的 MQB 底盘 ，A0 当初就是什么车，就是这个 A1 Polo， 还有这个台湾没有的喜悦汽车的 Ibiza。我想这个名字老屁股有听过，那底盘是一样，跟奥迪 A1 也是一样。好，那再上去就有什么 Tiguan 有没有 ？A1 底盘 ，A2 底盘就撸来撸多。后面哦，防光材质一样延伸到这个后保杆的下缘哦，然后后面呢也是熏黑的尾灯，然后这边有一个延伸的反光板。哎，这个其实哦，它这个不会亮，你知道吗？这反光板而已。它如果像那个 Porsche 一样哦，哇，那个连起来哦，碎啊，质感就整个提升了。看一下后车厢，听说它这个后车厢的容量，我记得是380公升左右。你看后面全部的新车配件都还在，急救包。那这个车主加装的前后的行车记录器，包含这个车主手册。哎，哇，哎，这啥啊？连车主都还没用过，我猜是那个置物盒。哇，你的箱呢？这跟那个 Uber 的，哎，很像 Uber 箱子。对对对，哎，对，今天。有那个群主啊，群主说，哎，传那个讯息给 Uber 说你好帅，可不可以跟我交往？好，哦，啊，那个 Uber 就说啊，不要，你在我们群组很出名。啊，女人说，哎，为什么？因为我很美丽吗？哦，没有，他说你一天妈叫七八次外送，干他那么会吃，谁养得起？啊，原来在群组出名是因为叫太凶，知道吗？谁敢跟你在一起啊？有没有？我看一下方向盘哦，哎，四向哎。好，哦，不错，好，哦，上下前后都可以。哇，这有跟车呢。基本上它为什么我刚刚说，这个等级卖比较好，你知道吗？因为跟 R Line 就是差6万块，哦，就差那一些外观配件嘛。基本上其他的配件都大同小异，包括什么 AEB、ACC， 好，哦，车道偏移、车盲点侦测，好，哦，自动这个就是那个辅助刹车，好，哦，都有。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如果你只是功能性需求的话，不要太张扬的话，这个等级的话，一般人接受度比较高，因为至少还没破百万嘛。这个板子我称赞一下啦，好不好？我是觉得还不错啦，至少它有努力啦。你看它做这样一条一条的。好，哦，这个中间饰板啊，钢琴烤漆，好，哦，钢琴烤漆有延伸到中控下面，但是门板就差了点。你看，大家规得说嘎，你他妈的，把塑胶到不行哎，他不想演了，你知道吗？就全部都塑胶的。然后有时候买二手车是这样啊，你看它虽然是新车跑6000，它贴 FSK 蓝钻。NB20 你拍得出来吗？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有些人说啊，二手车怎样，新车我可以选东选西，有没有？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往上加的。那我刚刚看一下，很可惜，他当初没有选那个小 B 的音响，壁纸你知道？壁纸是小 B 哦，啊，换大 B 耶，臭 B 烂 B。哦，啊，以前有没有挂一个在脖子喔？我觉得他比较可惜。当初好像我记得这个原厂选配是25000了，那刚推出的时候好像你花一半的钱，大概12000，你就可以选全车的小 B 的喇叭跟高功。
功率影响300瓦，这还没有选哦。而然后我刚刚讲哦，他选这个什么蓝钻的隔热纸以外，哦，他这个前后镜头的行车记录器，对不对？人家也是选流媒体，这种急呢。2020年，他起码也用不到一年嘛。我要查他几月的啊？尊敬你，好不好？跑6000而已，这个机器还是新的。我跟大家分享，你常出去买二手车，他车上说哦，这有倒车显影，这有行车记录器，前后上面流媒体。可是你要看他前车主装多久了啊？你以现在的电子产品，过一年就是旧东西了。对不对？哇哇，当初开冷沙班用流媒体，我跟你讲那时候2-3万的 label， 到现在可能是10000的 label。电子产品这个日新月异，所以其实这有时候哈，我们买二手车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加价的条件之一。好，因为电子产品过时，而且久了就是会慢慢开始要坏了。然后我去看一下后座好不好？后座大空间，我来讲。哦，它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记得这个可以移，怎么移？中间有一个拉杆。哦，看到了，有没有？还没起边子，好，它可以这样。好，我来做看看。现在最后面呢，听说它这个前后可以横移大概14公分吧？我以为它应该蛮高，可其实还好，剩一个拳头而已。哎，多少内啊？它绒布椅啊，然后有6-4分离倾倒啦，它有6-4分离倾倒，然后后面我记得打平是蛮平的啦。哎，没有啊，它不平啊，干没有平整化啦。我记得它没有备胎，只有给你补胎剂跟打气机。哦，阳春啊，把这个拿上来就变平了。哦，对，他这里有一个。哦，阿呆好聪明哦。好了，我就不用了，因为你应该就阿扎呗。那箱子被我打开，盖好在空间哦。哦，然后他的反光牌在这，我就跟你讲，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车界占得越来越重的一席之地？自从我们每天在讲反光牌，找位置给他坐，后面的车你看现在都有位置给反光牌，有没有？没有，其实没有在理你。啊，看到爱心人士要去喂小猫了。你不是要去喂穿拖鞋吗？你不是要去喂小猫了？穿拖鞋怎样？不能穿拖鞋吗？快拍他，快拍他！要去喂小猫，要去喂小猫，要去喂小猫了。哇，你看善心人士，流浪动物中途之家，看看几辆小四汽车变流浪动物中途之家，每只猫都送不出去，送出去都要哭，干我怎么受得了？哎、欸，介绍完了、欸，这车怎么那么简单？没什么特别，那我们就出门试车了好不好？这个115匹马力嘛。20.4公斤米扭力 ，DQ 270速自手排 DSG 变速箱，出去开一下，看会不会那个绕赛，好不好？走。赛事鍵感。嗨，車にくいぬい。マーシーの。QB 底盘呐，提光的弟弟，对吧？这是提光的弟弟。对哇，你这出单呢也不错啦，像用这种方式哦，你喜欢大中小都可以自己选。对不对？找一个大爷，哎，是讲你换一个角度想，其实也不便宜。我花100万买一台小车，干那是说现在 Fit 就要70-80哦，80几哦，啊，算了，这东西只会越来越贵。台湾有什么可怜？买车路怎么要花那么多钱？啊，那你觉得你以你现在你在台北租房子上班，对不对？你不是台北人嘛？啊，你要这个买车，你觉得你养得起？养不起啊，所以我才一直没买啊，对不对？你光吃饭钱什么就要花多少钱？20000吧，加房租。啊，不然这样啊，以后你吃饭你都跟我去啊，你都不用带钱。啊、然后呢？我跑，你跟着跑就好了。底盘我觉得还不错啦，过坑洞也不会有小车的那种弹跳感，但是。它在这个 D1 的时候，就是一档的时候，你在二换一或一换二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感受得出那个双离合器的那种放离合器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那个一瞬间而已。金属松石蓝调，啊，听起来好像是一种鸡鸡的名称。啊，大憨蓝，化胡蓝，金属松石蓝，好不好？电动触胶蓝。然后它这边做一个置物盒。反正我今天有没有在被冲走？我跟你讲啦，这也不错了啦。现在每个人呐、啊，妈这边都妈沾一个荧幕，不知道冲三角。哎、欸，我觉得以前很屌嘛，直接投射全部都投射在玻璃上，有没有？那汤姆克鲁斯不知道哪部电影，然后他们的电脑都是一个玻璃而已，有没有？然后上面哇，拉过来丢过去，有没有？就跟那个钢铁人的一样嘛。哦，对啊，对啊，对啊，还有我们就帅嘛。对啊，那些都用作为玻璃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呐、啊。反正就在这边，然后现在妈那个叫什么抬头显示器，不是这样吗？好，一耳框小狮的影片投影连接玻璃，而且你在看小狮影片的同时，你还看得到前面的车，半透明的，半透明，好薄纱。啊，我摸着汽车，你搭车哦，感觉最近太忙了啦，太晚出来，车那么多，哎、欸，可是这个塞车真的不舒服，有一点点不舒服。你看我一放，它其实就是，好不好？我刹车踩超轻，你知道吗？我含着而已哦。我一样一放，它还是会有一个大概半秒钟的那个顿捏感，
不过我倒觉得是这样哦，你有没有发现哦？其实它这个 DSG 的变速箱，只要配到排气量比较小的车，其实损坏的几率就低蛮多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代表它的扭力啊，跟它的引擎的出力传达到变速箱超不超的那种关系。好，你通常变速箱你排气量越大的车，或者是你马力越强大、扭力越强大的车，你的变速箱就要越强。啊不，打钢底下呢，底下尊尊尊，底下帮起。欸，我那天去跟一个同行聊天啊，一台 Artis 有没有？ Artis 妈很耐用了吧？变速箱不太会坏，对不对？结果我妈回来说，你卖我的 Artis 那个变速箱坏掉，就一拆开那 key 啊，转波龙 bunky， 他跑去干嘛？弹射起步，对，跟人家比，好，比如说他打 N 档，油门噗噗噗噗，转速高，入低档，啪，有没有？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也这样玩过，自排车啊，没有办法起步，没办法乖，没办法什么呀，先打 N 档啊，油门踩下去，然后那个转速拉起来以后，打低档入档，哐一下出去啊，也有可能哐一下的帮底啊。小时候北兰的，这个要上警语哦，这个是错误示范，请勿学习模仿。小时候是妈一台车，那个妈妈买菜车就嘛开来乱玩，刚考到驾照好不好？我说妈妈的买菜车开去甩尾啊，开去弹射啊。不过我坦白话讲，这个福斯的车子啊，它其实即使这么小的车哈，你虽然说我们刚刚在那边讲说它卖100万很贵，可是确实它整个给你的安全感是很足够的，包含外面的隔音，然后包含这个底盘的隔音，其实你有发现蛮安静的。哦，其实旁边我们的车是一直有在走的。哦，在不舒服了，有没有？刚有一下。对，上坡的时候，哦，你看我现在刹车又放开，好不好？蠕动出现了。蠕动啊！我没有踩哦，自己蠕动的，不是我。这个车子哈，我觉得在斜坡、上坡的时候塞车的话，车子这个蠕动的感觉就变得非常明显，就跟之前我们在试那个 Rapid 的时候那种类似的感觉就出来了。靠背啊，大家大概那啊，哇，会不会有开上来了？我爸带。你要干嘛啦？垃圾菌，你要急着去加油，急急急！它这个有车道偏移辅助吧？不过应该不是车道至中了。它这个方向盘其实我刚在转动，其实它方向盘超轻。它这个我觉得蛮准确，它应该是定义在一个都会型的男女都可以开得很方便的一台车子啦，因为方向盘真的转起来没有路感的。现在电子方向盘其实都是偏轻的，然后我来试一下，我如果歪掉它会怎样？它有在拉吗？没有呢。我觉得它没有在拉呢。我再试一次，我再试一次。有拉，它拉的还不错。我本来以为我们刚刚100的速度它会比较急一点，因为速度蛮快的，可是还好，还蛮温柔的。注意。前方有测速摄像。哦，这声音不太一样。注意，前方有测速摄像。哎、欸，不太一样啊，没听过的人呢，哈。换人，换新哦，很像日本，是不是？嗯。请问仔细，你疫苗打了没？打没？打没？打没得死。不过它的那个尺寸啊，小 size 短轴距好像2.5米左右的轴距，可是我觉得它过坑洞这个底盘的表现啊，它那个弹跳的反馈跟它的隔音啊，其实不太感觉得出来说我是在开一台小车。你知道我们平常在开小车的时候，我们常常讲 Fit 也好， Yaris 什么那种 Coplus 那种小车，其实你在开的时候你就有很明显，我就是在开一台都会型小车。为什么？因为隔音也不好，然后这个外面传来声音很大，底盘传来的回馈声也很大，然后整台车开起来你就会觉得轻飘飘，然后过坑洞你就觉得哦，过坑洞会有那种过坑洞的感觉。不是啊，它因为它价钱便宜嘛，这很合理啊。我不是要嫌那个车不好，只是说当然它这个价钱那种车也没办法跟这种车比。那我是指说，如果说以这种尺寸的车来讲的话，我开起来不觉得说这个车是那样子的一个小型的都会型的用车啦，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算是这个有钱人的买菜车那种感觉。哎，你花100万买一台这 CC 达亚呢，你也在被 Focus 呢，你可以买马三呢，对吧？至少更大吧。哎，这个到底卖的好不好啊？我记得你在路上看到多吗？不多，可是查资料写还像卖的不错，卖的还不错，就对了。所以台湾有钱人很多。不是我讲那么多，重点就是说这个
我们没有要卖到100，可以来买这一台，让你花的这个少少的钱，比如说你买到手比马三比 Focus 更便宜，对不对？享受一台一年的这个穿越丁字裤，这个前轮驱动的，前面是麦花臣，后面是那个扭力梁，隔音是真的还不错，风切声真的蛮小的。哎，真正来，伊那风切声多，我真正个屌死。开100万买一台这细台，你像风切声咻咻叫，你头壳歹，下面变。它这个1.0哈，即使到了爬坡，因为它涡轮增压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蛮够用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在换手的时阵，就是当你比如说过了弯，你在弯中你会放掉油门踩刹车，对不对？那你过了弯之后，你想要再补油门再加速，会有一点点的迟滞的感觉。18寸的铝圈接地面积也还不错，所以应该轮胎照道理说不容易超。出声音来，刚那个弯已经算正常，其他车应该声音已经出来了，比我想象中还好哎。对啊，18寸真的有差啦，因为它接地面积更大，你真的要把它弄到极限，其实还蛮不容易的。避震器设定也蛮棒的。其实福斯的车，我以前会有一种过硬的感觉，你知道吗？在 MQB 这个底盘之前，有没有？我觉得它开起来很像一个移动的铁块，你知道吗？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很刚硬，然后连在一起。那没有错，你过弯很扎实，少了一点点的那种刚中带柔的感觉。我想要按那叙述，大概诶，尴尬就模糊诶。但是我真的觉得说之前太过于刚硬了。但是这个 MQB， 我以这台现在 T-Class 这个来讲啊，我真的觉得说它的底盘变得刚中带柔。我在过弯当中，我可以感受得到说是带一点柔软性的。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2020的 T-Class， 然后当初是这个叫做 Style Design 新车价格999，我是不知道其他车商怎么收啦哈，我们的收的价格在75万左右啦。那我觉得卖出来，我在想是不是要卖80万左右，但我是不知道是现在新车要不要等车啦，啊，反正我就买来试看看，啊，就常讲的嘛，我们用流量去换价钱，啊，买太贵就算了，我先跟大家讲，这个价钱不代表其他车商这样收，我不知道，这不代表市场行情。好啦，反正今天试到比较不好的几个，这个三个不能买的理由，我知道不是啊，没有后座出风口啊，那个门板塑胶味太重，再来这个如果是在上坡塞车的时候，就会出现蠕动感啊，三个可以买的理由，第一个，好，我们价钱合宜。这个车你要卖100万，我买不下去。但是你要卖80万，我可以考虑一下。好，第二个，它虽然是一台小的买菜车，哎，你开起来的感受，不会像你，不会让你觉得说你是在开一个体型很小的车子。好，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现在蛮厉害的哦，就是大台的车要做到让你开起来不像大台车，像小台车。小台车开起来呢，要让你觉得哎，不会像是一台妈很破的小车。好，隔音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各方面的，包括你引擎传进来的声音、底盘啊、风切声传进来，跟你过坑洞给你的那个反应感，都不会让你觉得说你开这台车是很小、很不舒服、弹跳感很重。然后这个第三个可以买的理由就是金属松石栏。这是第三个可以买的理由，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颜色我觉得第一次看到有点像那个 Suzuki 的那个 Vitara， 其实也有这个类似这种蓝绿色的东西。你不觉得一个颜色是这样哦？当你把它取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之后，好像就没那么丑了。枣红色，什么混动红？你看我当初我第一次看到啊，枣红色的枣红色，他妈的混动红，灰色就灰色，上面钢铁灰，蓝绿色的蓝绿色，上面金属松石绿，好，哦，就厉害哈。阿哥，你点解那台 Focus 上面蓝？鲜艳蓝。鲜艳蓝。对。我觉得我只知道塑胶蓝的，我的妈词汇里面永远都只有塑胶蓝而已。怎么办？最近都没有补充什么新的笑话，那怎么办？最近这个有点干枯了。我想是不是我该退出演艺圈的时候你没有进过我没有进过看、退出 YT 圈的时候是不是到了那，啊，我们失业了没有啊，看啊，下次就呆董出来介绍 啊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啊，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拜拜。啊，自动停车哦，自动停车呢，欸，有位置吗？没有啊，可是它要有线才会停吧。阿呆让你出去自己拍自动停车，要不要？干啊！你找一天找苦瓜去帮你拍好了，玩一次啊，就玩一次啊，就玩一次。要不然这片那么无聊，不知道讲什么。我给你冷冷没感觉。好，去停车哈。
吗？走吧。我们要去找个地方是自动停车，我们要去找有停车格的地方，就是这个吧。那你看这边，他就开始找车位了。啊，他现在开始了？现在开始啊。好，然后嘞？哦，系统介入操控方向，注意，认真好。好、啊，开始了吗？开始了，开始，开始。不要！太激动，太激动！看，哦，哎，哦，啊，看看看，看看看看，哦哦哦哦！好，我换一个车格，我觉得这里有点吓烂。还是我们去停车场试好了，停车场等下给你试好不好？啊，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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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跟你换手，先打第一档，然后按按钮，往前，那就往前。好，然后打阿档，接下来就是交给你的刹车了。是他在动啊！那个吗？好了吗？好了吗？停得很烂。不然啊，你下来换我再一次，你在外面拍。好，开始了，开始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听得怎么样？有点斜斜的，一点点而已。啊，我怎么觉得我自己停得比他快？啊，对，你自己停得比较快。啊，我要上车了，所以你还是有踩刹车。我有踩，只是我没有像一开始踩那么大力。那其实外面看起来速度也没有很快，可是坐在里面给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大。但是这个功能，你说好用吗？我觉得对于不会停车的人好用。可是对于会开车的人，就会觉得你在修什么？对，你到底在修什么？好了，试车完了，试车完了，然后要去缴停车费了。再设鍵館。買車にくいぬい。マーシーの。